大家好，我是骑自行车旅游的杂班。昨天晚上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烂尾楼啊，住得非常的舒服。今天呢，我有一个计划啊，就是一天骑行十小时，我看一下十小时我可以骑多远。按照那个正常的行程，我十个小时啊，有骑个150公里，但是具体能不能这么远呢？得骑过才知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先挑战骑到10个小时，能骑多远？那现在我要把这个重达80斤的这个自行车扛到一楼啊，这个也是相当的费劲的。这个一楼住了我老哥，老哥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你现在又出去干活了吗？哎呀，到处逛一逛。哦，你这是捡那个废品是吧？你这个一瓶可以卖多少钱呀？哎呀，混吃死，原来有打工，现在没干了。哦，没打工了。对，没打工，好几年没干了。你是哪里人？云南的。云南？对，你是哪里？我是湖南的。啊？湖南。河南？哦，湖南。对，湖南。我在衡阳待过。衡阳哦。衡阳待过几年。哦。这地方可以，我经常有在这地方住，路过的时候在做发。但是我是路过这里，路过这里是单车去那个哎。我到时候也去那个云南看一看。哦，也去了哦。对对 对, 对。我是全国跑的，全国到处跑。对对对。到时候去云南看一下。你是云南哪个地方呀？我们从昆明的。云南昆明。对，云贵川都还可以，那边那个风景特别好。对对，这边风景可以，跟福建也可以。哦，到时候我去那个昆明看一下。这边大理啊、西双版纳啊都可以去啊，现在都可以跑。对对对对，那些旅游区都可以去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有四川那个很多旅游区也可以跑一跑，就是那边比较辛苦，山比较高。哦。这边是高原，到贵州出广西的时候是高原嘛，那个山比这边高。对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对对，有点辛苦那个。没事没事，不怕辛苦。我刚刚和这位老哥聊了一会儿，我现在也赶路了，因为我现在计划呀骑个10小时啊，看能不能骑个150公里，所以今天呢要尽量的多骑行，一路上基本上不会怎么休息的。老哥，那我走了啊，再见。再看一下我昨天晚上住的这个烂尾楼，到现在走了。这个地方是元宵县，离那个高铁站不远呀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九站骑行10小时，骑到晚上8点，走了。哎，我那个前面发现一个骑行的，而且他跟我顺路啊，现在我追上去跟他聊一聊，看他是去什么地方。他骑得很慢，而且他骑的是公路车啊，公路车怎么这么慢呀？最主要是公路车容易扎胎，那个轮胎太小了。他好像在听歌，所以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，看样子他年纪不小了。等一下找个地方跟他聊一聊。哇，他这个行李好像也不少呀，跟我的差不多吧。兄弟，哈哈，你是去哪里的？现在我追上这个兄弟了。兄弟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怎么称呼啊？123游中国，123游中国，123。啊，对。为什么交易的易？哦，我以为是那个数字123呢。先关注，先关注啊！你是哪里人？四川。四川的。啊，对对。你这一次骑行的话，你是从哪里出去？哇，这里太吵了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就是你这次出发的话，是从哪里出发的？从台州。台州啊？对。
为什么从台州出发呢？因为以前在那里打工，打了很多年。哦，那跟我差不多啊。我的话是从那个金华，就是横店，你知道吗？从横店出发的。就是我们两个差不多。做巡演啊。对，做巡演的。我是从11号还是出发的，你呢？7号。那你比我先走4天。先走还后到的，你比较。你的目的地是哪里？目的地环游中国，先到海南岛，先到海南岛，然后环游中国。兄弟，你的想法跟我的一模一样。我都碰到好几个都环游的了。我之前第一次是在民勤宫碰到一个兄弟，一个大学生，他说要环游，后来在路上又碰到一个，他又环游的。不过我们都是一块骑了一天就分开了。速度不一样，我们都喜欢一个人骑。你的话喜欢一个人骑吗？还是喜欢两个人骑？反正一直都是一个人，当然能够到一起的话，能够跟上节奏能一样的骑最好，而且能骑。我的话一天也是个100公里，你呢？我也就70公里吧。哦，就是说，我的速度比你快一点。这个兄弟也不容易啊。体质。体能比较好的，我体能跟不上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反而有点害怕了。因为我听说那个西藏有高原反应，那个体质越好的越容易发生那个高原反应。他体质越好，越需要那个氧气了，对啊，所以我感觉有点害怕了。反正我去过西藏呀，不严重啊。你之前去过吗？去做小工作2个月。那边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不能剧烈活动吧，活动的话呢比上面要频率要少一点，要稍微要慢一点。就是这样子啊。反正我的话也是道听途说，经常问别人的。这你应该去过吧？我没去过，我的话是第一次。不过我的目的地呢，也是先走海南，然后再去云南，再去西藏。那这样缓慢上山应该是更适应一点，因为骑车的话肯定是缓慢的。希望哪一天我们能够再相遇啊！说不定是在西藏。说不定你能赶上我，好吧？那我今天就不跟你一块骑了，因为我的速度比较快。今天我也骑个120公里。我现在来到了广东的潮州市郊区啊。我现在已经离开福建省了。我现在这个路边这么多牛，哇，那只小牛好像有点害怕呀。别慌。完了，等一下他那个主人还以为我把他赶跑了呢，我一起跑，骑快一点，超过他，别跑，慢，我靠边，慢，呼吸，他走回去了。这只傻牛，下午4:40左右啊，开始下雨了。这个雨啊，它不是很大，是那个毛毛细雨啊。然后我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发现啊，不知不觉啊，我居然已经经过了潮州市。那么前面呢，就是揭阳市了。现在是5:20，然后天还没黑啊。所以呢，我打算再骑2个小时，然后到了揭阳市，就找个宾馆住下了。看一下今天骑了多远，这个距离就是今天骑了133公里的，时间呢就是我的骑行的时间，差不多8个小时。本来我是计划10个小时的，结果骑了不到8个小时。但是我的总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7:30吧，因为刚刚我找宾馆找了30分钟。按照我的预想，今天晚上骑个100多公里，然后呢租一个宾馆。这个是我出来第一次一个人住宾馆啊，60块钱，还有40块钱的。
但是那个太窄了，我这个东西太多了不方便，所以呢就没办法，然后住了这个60块钱的。现在我这个腿啊很疼，酸疼酸疼的，一碰就很疼了，如果不碰它的话还好。这个几天呢因为有事啊，所以必须骑快一点，明天后天都要骑个100公里，但是大后天之后呢就骑慢一点了，最好是一天一个70公里啊，是最轻松的了。现在我把这个充电宝充一下电，这个东西太多了。然后这个就是今晚住的宾馆啊，这个大小还是可以的，还有老式风扇。哎，这个风扇还可以动啊，等一下我把那个衣服把它吹干了，因为这个空调是坏的，我还想着用这个空调来吹呢，空调是坏的。今天的话还是有一点累的，主要是一般骑行啊要4个小时进一次食，我的话呢今天差不多中午11点钟吃饭，到了晚上8点才吃啊，整整给了8个小时就受不了了，所以尽量的话是4个小时吃一次饭是最好的，这样的话呢就有力气骑行啊。看一下我住的这个宾馆，这个宾馆是在这个大马路边上的，这个地方是广东省的揭阳市，我的话是第一次来啊。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热闹的，这个车子也是特别多啊。然后我的话就是住在里面，就是这个房间206啊，看一下这里面被我搞得乱七八糟的，我的东西太多了。